心管好。你的心呢在哪里？就在昭明里面。里外是一如的，你的心跟着外境不要变成两个东西。我们的心念呢，不在空，不在有，而是在哪里？还能去哪里？所以我们努力的修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惯性慢慢转化成为觉性。我们都在我们的觉性光明里面走路，我们就在那里，从来没离开过啊。不懈怠，慢慢慢慢就安住在这个觉性的上面，就会有相续性。觉在你的知道，你知道在哪里，你的知道在哪里是很重要，就是觉性。觉的性，性是什么？体性空吗？自性昭明吗？到觉性的时候，自然回归，所有的东西不再是东西。
么叫禅修呢？不离开你的昭明的觉性。你们离开过吗？内外诸缘皆熄灭，觉性虚名空无物，昭明安住清楚现，朗朗觉照心松法，本觉本明自然住，照见认知与认识，无住无念诸影像，回归自性昭明体。解。